猜猜我脖子上的是什么？谁看他上身有伤？是，有伤啊！对啊，肯定是被人掐出来的吧？家暴了！陈老师，您上次因为陆明宇家暴你吗？不，这哪里是家暴？这明明就是杀人未遂呀！这只是一个误会，婉意身上的伤不是我。陈老师，陆明宇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对你使用暴力的？是不是最近的恩爱新闻都是陆明宇在强迫您发出声明？婉意，这么多人看着呢，是想你。别让我下不来台。放手！啊不，这我跟季瑶只是普通朋友，婉仪是知道这点的，是吧，婉仪？我们结束了。沈伟，你什么意思？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？是我们分手了。明宇说他跟季瑶只是朋友关系，请问这是真的吗？我不知道，我现在脑子里特别乱，我不知道。请问你身上伤是怎么回事啊？怎么回事？请大家给我一点空间。文艺，你不能走。我被扣上了小三的帽子，我也是受害者啊。